弯曲 M 的故事，字母妈妈怀孕时又喝到长高魔水，所以生了 MmNn 弯曲双胞胎。M 哥哥呢，实在妈妈肚子里面实在是太高了，没有地方伸脚，所以只好弯弯的。那他长大的时候呢，他很努力想要站得直直的哦。所以你看，哇哦 ，M 好棒，有努力的站得直直的。那你要注意哦，在写 M 的时候不可以像这样子，这样子就啪会塌下来咯。那我们看一下 M 的口头禅，他最喜欢撒娇了，他老是会叫妈妈么么么么么。OK， 所以 MM 么么。